你拿钱，你要打的应该是我，你手拿钱。要不然这个就是真的要打的感觉，你刚刚只是做样子而已。那如果你的情绪是打下去，那就打。因为如果没有接不下把戒指拿掉，我怕我等下真的打，这个太危险。哦，这个太危险。哦，我再说一遍，薇薇她也是无辜的，你要打的话也是打我。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刚刚那一巴掌是真的，我就直接打下去了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打男生比打女生过瘾，就觉得就该打。在这边先跟刘宇豪所有的粉丝道声歉，不是故意的。对我本身也有跟他道过歉，而且我是有经过他的同意，他特别要求我要来真的，所以你大家可以去访他，因为这样子我才会有实证。他打你的时候有先跟你讲。 没有，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说。他没有讲。对，他刚直接打，而且打得蛮大力的。刚刚说有证人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没有没有没有。他刚直接还偷出来了三角，就是对，没有乱讲的。在里面，就我有拜托他打，因为如果不打那个，是因为我们跳拍嘛，如果这个又不打，我觉得那个情绪我很难真的出来，对。 他，无奈往前走。我还要拿包包，我先拿。是啊，走一半再回头，对，然后走过去，然后他就唱了。哦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都可以行。一、二、三。不行，不行，对不对？你们上，自己屁股钱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来。 好了，磕到那个，不是，来，我要帮忙一下，偷偷帮一下，这样，OK，OK，很好，用屁股整个是屁股坐到他身上，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嗯，整个抱把他拉过来，嗯，整个把他拉过来拉下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的桌。 其实蛮舒服的，但呈现一个很奇怪的姿势，继续讲又要联系。休息一下，也不是太怕忘记动作怎么摆，干脆就摆着给大家看我一个。死变态，死变态，死变态！我们不能是朋友。